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小厨娘。今天我要用胡萝卜做一份美食。首先把胡萝卜切片切丝以后切成末，切好以后放在一边，再切一点葱花，切好葱花以后给里面加入一些面粉，加一勺盐，少许胡椒粉，搅拌均匀。再取一点温水把酵母化开，然后再慢慢倒入刚刚加好的面粉里边，边搅边加，加到我这种状态的时候就可以用手把它揉成团。等到碗里揉光滑以后，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，发酵一两个小时。一两个小时以后把它拿出来，你就可以得到和我一样的这种蜂窝状的面团。把它拿出来揉搓排气，分成小块，这个时候慢慢把它揉成圆饼，再擀开，擀成薄饼。所有面饼擀开以后，给表面刷一层油，分别重叠上去。每重叠一次就刷一层油。最后用最底下的大面饼把它们包起来。冷水上锅，先不要开火，在锅里醒发半个小时左右，按压有回弹感就开火蒸，18分钟左右馒头就蒸好了。这样做的蔬菜千层饼非常的柔软，里边的组织和蛋糕一样，而且比蛋糕的口感还要好，非常适合做给自己的孩子哦。当早餐吃，营养又美味，好吃又健康。这里是飘飘小厨娘的频道，喜欢的话就订阅吧，每天都会更新的哦。